有时候一个人不能做太多事，哎，去找淑慧，你都刚去，两三千人，大小事都要找他。所以我们今天法会完，义工要开会了，分工合作，不能依赖某个人，也不能主宰每一个事情，大家怎么样冷静的安排分工啊？当然也希望更多人，特别你有工作能力的人，多来参加义工的工作，让每一个工作做得更圆满，这个才叫学佛，才不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因为学佛真的要进步啊。不够他也没讲啊，所以以后这个不够就要讲，问要问清楚。好，来这边的人两个人看一本给这边，来吧，两个人看一本啊，我们就念快一点。那希望这种事情下回不要再发生了，好不好啊？所以做事就是要，既然你要做缅甸佛教准备了，那也要问问他们本子够不够，那不够打个电话，其他中心就调来了，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啊。那是因为协调不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就像我那一天就交代了，我说浴佛节就是浴佛要多一点啊，就多一点，多一个这样多啊。今天人多很多呢，所以这个就是协调不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我希望大家报名来做义工啊，然后呢最好把你考考试啊，看你有没有能力啊，又有能力又不会发脾气啊，这样那这样以后可以做点事啊。所以报名义工最好你已经是担任公司的经理总经理，你有能力了，那你又愿意来付出，这样很多事情会更好一点。我也是讲学佛真的要增加自己服务众生的能力，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后面是不是有本子啊？有就发给大家，整箱的拿来啦。不是没有，是他们没找出来。借这个机会啊，希望大家增加自己服务众生的能力啊，在各方面调查清楚，不能一下就回答没有哦。我们希望新竹法会经常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义工如何轮流主办，那是要有能力啊，有能力的人也要辅导，帮助更多的人跟你一样，更多的能力。一般都是这样，我在做这个，你叫别人做，我没送，我不爱来啊。那这个就是有这个怨气啊，相怨那不好啊。今天我退任了，那我也要把我好的经验，更多人啊，我再任了，那我要准备更多人跟我一样，所以就会事情会圆满。因为佛教是智慧的宗教，悲心的宗教，你要替大家想，那事情要怎么做好，他替大家想就是智慧，事情怎么做好就是替大家想是悲心，事情做得好圆满就是智慧，因为事情做不好人家会起烦恼啊，所以各位这个要有智慧，智就是大众的事情，慧是个人，所以你个人有慧，你才会有智，你个人没有我执，没有烦恼，有空性，那你才了解众生的需要。那佛教是智慧两个要合在一起。通通拿到没有？没有的举手。
对啊，原来都是有嘛。我刚刚问他们，还说没有，没有本子。调查不清楚。好，通通有了。所以各位以后别人跟你讲什么，你要问清楚，打破砂锅问清楚。你不能一讲没有，明明有。因为你不去调查，只是听说，那这样不行。调查找谁，谁负责的，弄得很清楚，不能一下就打掉啊。反正有问必答，随便乱回答，这个是不行的。好，念一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心顶礼大多怒老法师。慈悲开示，我为所有往生者、病苦者、现世者，做大福田，供养诸佛，以此佛力、法力、发心力，回向所有轮回病苦者，同享功德，大开智慧。第二页，所以我们就一直念，然后要供养的准备的就赶快就上来，把握时间。准备好了吗？在哪里？在后面啊。以后谁负责分书的啊？等一下讨论，不要再发生这种事哦。一来替往生的老人供养衣服给自己亲近的长辈老人，对往生的老人有帮助。嗡阿吽。二，为往生有障碍的老人，星期三用甜的饼或糖供佛，祈求往生无障碍。嗡阿吽。第三，初一十五晚上供花，可帮助往生的老人。嗡阿吽。四，如果家中的人一个接一个死亡，可用糯米树粽子旁边放一杯糖，供在佛前，可利益往生者。嗡阿吽。五，祈愿祖先早日超度，可供养寺院两盆有土的花，如兰花，回向七世父母历代宗亲。嗡阿吽。六，为自杀者点三盏灯，灯下面用盘子装水供佛，回向自杀往生者。嗡阿吽。七，为回向自杀往生老人，在他星期几出生的那天，每周一次请别人吃素，可减轻自杀往生者痛苦。嗡阿吽。八，为自杀往生者用七条白线，每条线长180公分，六时共七条，七条一起对折三次，折时观想自杀者名字或容颜，持诵不动佛心咒，用此线作为供佛点灯的灯芯，虚做三次，回向自杀往生者。念一遍不动佛心咒，来，那么的那这样呀，我看看你，看看你，落着你，落着你。大善尼，大善尼，大地喊呐，大地喊呐，萨瓦噶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多南多苏啊。第九，为超度自杀者，可用糯米饭和一碗白糖供佛。嗡阿吽。第十，亲自供养塔边的庄严具，向伞盖流出，回向自己及往生者得生净土。嗡阿吽。十一，如果梦到往生者，可用三块塑造供佛七天，再回向梦中往生者早日超度。嗡阿吽。十二，红枣供佛，可回向往生者。嗡阿吽。
十三，如果往生亡魂还在家里或现场，送生鞋给出家人，再把往生者旧衣服全部烧掉，再供养袈裟给出家人，回向往生者超度。嗡阿吽。十四，多在佛前供灯，能让往生者走向光明，散去，不落入黑暗处。嗡阿吽。十五，用面包加奶油供佛，可利益往生者。嗡阿吽。十六，为帮助超度回教徒往生者，在佛前供一颗西瓜，切成四片，最后布施给众生或烟供。嗡阿吽。念，愿法会各项功德，回向各种宗教徒，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回教，各种宗教往生者，为离苦者同享功德。嗡阿吽。我想每一个宗教求的都是快乐，现世的快乐，或来世的快乐，或就近的快乐，所以我们要每天自己广修功德，也不断的祈愿所有众生都可以快乐。就像进医院的人就是不想生病啊，赶快拿到药，找到医生，就是不想生病。所以每天我们要祈愿啊，所有到医院的所有人都不要生病。而且各位，如果你要成佛，你真想成佛，你要对所有众生，像一颗沙子的任何一个众生你都要关心，任何一种事情你都要关心，不能再懒惰啊、打瞌睡啊、散乱啊。不然你说嘴巴说你发菩提心，事实上很懒惰，不想去关心，不想去很细心，不想把事情做得很好，那你怎么说你发菩提心呢？那是不可能。就像你把人家的救火队的钥匙拿走了，我负责，我负责，结果人家打电话来说你在上厕所没带手机去，那你这样讲太不道理了。你既然要拿这个钥匙，你到哪里手机都要带着，因为人家打电话给你要救火了。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手机没带，因为我去上厕所。对不起，我手机没带，因为我去洗澡。往往事情都发生在那一刻。各位真的要记住啊！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念佛，时时刻刻念佛就是时时刻刻念众生，这是该我负责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忘记啊！一定要把它记得很，不然的话就伤害到众生了。所以做个菩萨，要不妄念，要正念，要事情处理的圆满，就这个意思啦。第十七，中秋节或者每个月十五供养月饼给寺院，回向父母吉祥或者往生者超度。嗡阿吽。十八，捐一对白伞盖的功德，能让往生者往生净土。嗡阿吽。十九，有冤亲债主缠着，星期日用钵装饭供养高僧大德，也可观想供养已圆寂的高僧，回向附着众生。嗡阿吽。二十，为阴生未生胎儿，以爆米花淋上蜂蜜供佛，回向早得超度。嗡阿吽。二十一，可为堕胎小孩子供养小房子，例如玩具模型屋，帮助胎儿超度。嗡阿吽。二十二，要超度被堕胎胎儿，就要对孕妇升起慈悲心。嗡阿吽。好，大家观想孕妇在我们面前堕不堕啊？升起大悲心，愿妈妈平安，愿肚子的小孩平安。在这个大悲心，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小孩子平安生下来，被流产的赶快超度，所有的妈妈平安生小孩，不得不堕胎的妈妈心情恢复，也让她的小孩超度。所以要这样观想来。
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愿所有堕胎胎儿离苦得乐，愿所有胎中小孩顺利平安，愿所有怀孕妈妈健康自在，愿所有堕胎的人超度胎儿，不再杀生，升起大悲心，南无不动如来这个叫念佛。念佛就是念众生苦，然后念众生苦，所以要念佛，因为为了要帮助众生苦，所以要广修善根呢常常念佛来帮助他们，然后就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你要很有细心、耐心、能力。所以各位，这个都要学哦，怎么讲话，怎么念佛，怎么抄经，怎么处理事情，为了要救度众生所以你有了救度众生，你就要努力。你不能说我想要买个房子，你又不努力赚钱，那你孝心啊，用一个纸房子给你好了随便台北一个房子，路边我一看2000万台币呢，对不对？台北的房子呢，那你孝心啊，那你就要努力。那你懂佛法，那更懂得积善根，你积善根加上努力的缘，那你才可以成就。那房子买来干嘛？做金色让人家念佛，你要发大愿，那这样才不是自私啊。第23，来。在寺庙做水塔，可回向跟随身旁亡魂超度。你要观想你帮忙普贤佛道院盖了一个水塔，大小都没关系，他们水就更多啊。甚至在国外很多寺庙很多寺庙都没水塔，特别是缅甸寺庙最多，泰国最多，他们盖寺庙都很便宜那做水塔，那就要观想去做。那观想就是一个愿，将来有机会随缘做。你有100块，你有1000块，尽量做24，多以21盏灯供佛，可回向祖先冤亲债主超度。25，那个灯要点燃，放在没有风的地方，那边有风。那边有风，找一个没风的给它点燃嘛。你们帮他弄。25，在寺庙种树，让孤魂有所住处，再超度孤魂。26，做烟供前要先请当地护法善神开恩，让孤魂野鬼入内参加法会。请跟我念：三宝慈悲，护法引导，普贤佛道院门神开恩，我等虔诚一心慈悲，招请十方法界四生六道，九幽十类，男女孤魂，所有亡魂，华人亡魂，美国人亡魂，非洲人亡魂，各种人类死亡者，动物死亡者，孤魂众等，各种宗教死亡者，现场所写往生牌位，造成人类病苦身心业障冤亲债主亡魂，同来法会，各个魂墓区纳古塔满神庙殡仪馆屠宰场餐厅市场，各种亡魂、动物亡灵，皆得来临法会，普招请念一下：
南无波波地利天利多利丹他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天利多利丹他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天利多利丹他耶多耶。开咽喉，点点水。嗡波波地利天多利丹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利天多利丹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利天多利丹他耶多耶。捏遍遍十座，有米的沙沙米。那么沙瓦丹那耶多瓦罗之地，唵三本来三本来，唵甘露水。那么娑罗婆耶丹那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药师咒，那么波揭发帝毗那舍利罗毗罗尼婆那摩诃那舍耶丹那揭多耶阿难陀地三藐三菩提耶达智他，唵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师。三摩揭谛梭哈夜耶那三摩哇哇之奈何。所有众生众，鬼神众等，同享各项功德，离苦得乐，消冤解结。如果你相信，你一定会念，因为来了嘛，啊，来了嘛。那就算我们大家眼睛看不见，但是各位信心重一切，眼睛看得见呢，也不见得是骗我们，还是真的还假的啊？下回如果你认识那个真正的当机，那你介绍我认识看看，有没有真的？真的呢，叫坐在遐，跟人讲较紧。但是各位不需要，为什么？相信就好，相信佛所讲的啊，念个招请。不可思议，百千万都来，开咽喉咒，他马就凉快，这一点比较重要，这才是永恒的。但是世间的，一念供，那我们也可以相信，但是你要了解，不要迷信，这个世间也没有永远都骗人的，但是呢，你要相信，也要经过考证了解，但是信心重一切，因为佛所讲的。你相信就不要怀疑了。各位有没有看过极乐世界？没有也没关系，相信就在。有那更好，那永远不要退转。那既然你讲有啊，结果你还在世间在那边执着，那你骗人的，因为你没看过极乐世界。看过极乐世界的人不会执着世间任何东西了，因为他看到极乐世界了。这一点，所以你要这样观察。你既然说有极乐世界，那你还在搞世间的男女金钱，代表你真的没看过极乐世界，不然你怎么还会执着世间呢？啊，你真的看过地狱鬼神，那你怎么会犯因果呢？还在吃肉呢？那你要这样去调查，了解吗？你既然讲有动物亡魂有鬼，你怎么还在吃肉呢？你这样问他，他就哑口无言呢。所以各位，世间不是没有，但是你一定要冷静，你要分析啊，不要被骗了，也不要帮别人骗人，有这个意思了。二十七，来。点灯以后，观想回向畜生道，消除畜生道忽冷忽热的痛苦。嗡啊嗡。二十八，法会时在十方法界坛城以及各护生园，要特为动物亡灵以牛奶供佛，回向早得超度。嗡啊嗡。二十九，用木刻牛像，大小不拘，双牛脚上绑花，放在超度区，令牛欢喜，能超度更多牛类死亡众生。好，慈悲，来，麻烦你们往中间走，大家升起悲心，念阿弥陀佛，带所有的牛到超度区来。乳牛、水牛、黄牛、黑牛，各种大小牛的啊，到超度来。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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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各位每天抽五分钟就好了，五分钟为牛念念，好不好啊？
啊，因为太多牛被杀，特别那些乳牛生小孩产牛奶，对人类功德太大，最后呢就被杀掉，哎，还不到五年就杀掉，他们可以活二十年呢，就被杀掉，所以尽量的救，尽量的帮忙啊，啊，这些牛类众生，我们后面也来了，来十五只羊，一只6200块啊，从云林的，云林都有挂招牌，现宰羊很台耶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真的在那边杀呢，一杀以后就拿那个瓦斯喷他的毛，这样比较好，白白的剃毛挂在那边，啊，很台耶，所以我们就去云林买过来啊。所以这15只羊，各位如果你有空，这条神神啊，可以给他看看，好不好？拿个面包看他要不要吃，不然你就变出草来给他吃，吃完以后再给他欧玛尼贝面后后面啊。总共15只，那现在最重要的，有没有人要帮忙养羊啊？有没有人要认养啊？你马上拜托的，莫嘛欺人家。你家有个后花园那么漂亮，有个游泳池还不错，游泳池可以养2只水牛啊。啊，所以各位要物尽其用，不要浪费，不要享受了。后花园那么漂亮，给你家人自己在那边玩耍。太浪费了，养2只羊吗？帮你吃草吗？啊，但是各位，这就是大慈大悲了啊！但是我们做不到，大家帮忙找土地好不好？首先是免费的，啊，二来是便宜租金的。我们希望从台北到新竹这中间桃园，找一块海边的地，大家把它租下来，盖那种啊。那种轻钢架的，然后平常不用搭帐篷，我都问好了，然后人工可以卷起来啊，有法会再放出来，这样台风怎么吹也吹不走，对不对？有法会再把它放下来，然后呢可以坐2-3千人的，旁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海就好了，有大湖也可以，可以做烟供，可以没事就去找一找吧，啊，然后呢，能够免费就免费。能够便宜租就能便宜租，如果它便宜的要命，想办法我们就买下来，但是保证永远可以在那边，然后呢也开放给别人用啊，甚至有土地，就算不能做烟供，就一只也算一只嘛，不要放弃啊！再来30，念一下。为超度众多被屠杀之大象，可用木刻大象头上画圆圈，放在超度区，超度完后烧掉或丢入河中。好，所以他们有羊，有大象，各种物命，现在念6字大明咒，希望他们得法会功德，到超度区享用甘露，离苦得乐。来，Om Mani Padme Hum。三宝加持，三宝加持，所有往生动物，所有往生动物，空中飞的，空中飞，地上跑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水里游的，各种往生物命，各种往生被屠杀物命，被屠杀，皆得来临法会，皆得来临法会，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得甘露法时，甘露法时，无病自在，无病自在，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唵嘛呢呗咪吽。啊，所以各位每天功课好忙啊，每天要念10000声佛号哦，100声给牛，100声给猪，100声给什么，100声给癌症，100声给儿子，你念不完了 啊，所以每天要忙着做善事，
要把这个善事的功德、念佛的功德帮助这个世界，到我们生命最后一秒钟，然后你就会上品往生，又趁愿再来，好不好啊？现在有钱不要放在银行，不给我跟你说，赶快把那个钱拿出来做善事，该给您儿子的给儿子，该给家人的给家人，其他赶快做完，不然你会后悔啊，没走的细节啊，所以尽力自己少欲知足啊，简单的生活，大部分的来帮助社会，帮助众生，帮助佛教做善事，好不好啊？我再讲一次，如果你家里有空房间、空房子，最好借出来借那些生病的人、穷人住。如果你住在你家里，老妈妈不在了，有个空房间，麻烦你登记一下，我们送一个生病的老法师去你家，好不好啊？恭候呢，现在很多呢，而且没人照顾。那我们是佛教徒，那老法师来住我们家，你有好心一定会结好缘，对不对？结好缘，然后照顾这个老法师，然后带他去医院。哎呀，老法师要往生之前，他一辈子奉献嘛，终于有人照顾他，这样就方便了。因为你要去盖一个生前医院哦，不知道盖在什么时候还没盖好，但是只要你家里方便，到附近的医院帮忙，然后呢可以照顾这些老法师啊，所以各位考虑考虑，好不好啊？有的话通知一下，要去找生病的老法师，还找不出了几个嘞，要有缘呢。有些老法师我才不去人家家里嘞，我还要跟他商量开会啊。他说我要住在寺庙里面，那住在寺庙也可以啊。麻烦各位登记，你愿意照顾老病比丘、比丘尼的，请报名登记，好不好啊？当他住在寺庙，那你去照顾他啊。大家轮流啊，但是这个社会需要帮助啊。第十一页，来为所有各种病苦者做各种供养，愿三宝加持，消除各种病苦，大家离苦得乐。第十一页第一条，生重病往生不了的人，在佛前供五盏莲花灯回向给他，或送电扇和冷气给寺院。送电扇冷气是为了回向重病者冷静平静地往生。嗡啊嗡。第二，那个电扇最好现在就吹那一边，那边有出家人，吹的就凉快，凉快以后啊，很多往生者平静要发挥作用。我讲你怎个坑诶？你要想办法啦，搁甲笑者，我想伊要去做啊咧，怎坑诶就要走啊？安尼哦，安尼无进步，有诶义工足爱做代志，但是不要做代志，有影无？这个颠倒了，就给它吹下去啊！安尼比较有功德来回向。第二，来为重病者佛前供芒果，减低痛苦。第三，可为重病者用七朵红玫瑰供佛，回向身体状况改善。第四。对长期卧病在床的病苦者，可为他布施尿布、奶粉、衣服给孤儿院小孩子，减低病苦者的病苦。五，为了病人身体好，可捐两套病人自己穿过的衣服给穷人。第六。经常生病的人，可多买好的药供佛布施。七，叫一下站名。希望生病的人能平静往生，可在旁边放一个磬和檀香油。有人问我这个怎么做啊？你去帮人家临命中看病，你最好带着，在他面前呛一下，不是一直呛一直呛啊，他如果意识清楚的时候，但是他就算没意识，
呛一下给他听，然后那一支你愿意送给他家人，偶尔请他家人也这样呛一下。第二个就是檀香油给他抹，让他闻一下，就希望他平静往生。那帮我关掉。第八，用三颗释迦供佛可以防止意外车祸，消除突然中风等疾病。嗡啊嗡。第九，用白果银杏供佛，自己也常吃，预防中风。嗡啊嗡。第十，中风头部疾病可种椰子树在寺院。嗡啊嗡。十一，可为洗肾病患捐水井、做水沟、修旧桥。嗡啊。好，这个要观想，捐水井、做水沟、修旧桥。虽然我现在没办法马上做，但是各位你要观想，观想就用心去做，你的心灵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就会产生这种心灵的力量，来回向更多洗肾病患。那你有发这个心，就有这个因缘碰到别人要捐水井做水沟，你就能够随缘出一点钱了啊！所以来再念一次啊，你要观想哦，这个叫修行，而且你有实际发愿哦，一碰到你就要去做。来，捐水井，做水沟，修旧桥，以此愿力回向所有洗肾病患，消除洗肾病苦。嗡啊吽。好，这个各位要学，就是你有那个想法，而且你有那个愿力，那就会产生那个功德力，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发愿的力量啊。第十二，有传染病如登革热等，可多点灯药供回向功德。嗡啊吽，念一下，点百万心灯功德，千万场药供功德。回向世间，消除所有传染病、登革热、禽流感、流感、鼠疫，各种传染病苦，皆得消除。嗡啊吽。所以各位，我们要不间断的点灯，不间断的烟供、药供，特别帮助生病的药供，点药香，因为一直在累积正面的力量。这个世间正面的力量越多，我们就一直回向，一直减低负面的痛苦。那这个就是佛教徒的责任啊，不间断的悲心，所以不要懒惰。所以我经常叫一些弟子，包括信徒，多去做，多去做，累积这个功德，静下来多看经典，多看经典，回光返照，增加禅定做事能力。动的时候多点灯，多拜佛。多烟供，多放生，多护身，到海边去，布施食物，到河边布施食物，方便的地方撒一点米，然后呢，边念佛，你要用各种方法，福慧双修六波罗蜜。那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就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在帮助这个世间，死亡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活得很有意义。第十三，身体不好的人可多送茶及茶具供佛或送给别人。嗡啊吽。调查一下，身体觉得不太好的人举手。好，那我问你，有送过茶吗？你莫给阿秋，给阿秋从来不送的。他明明给你写身体不好，送茶送茶具，那你就要去送。这没有说送给谁啊，供佛也可以啊，送给亲戚朋友啊，供养出家人啊，那你要去做哦，这个叫聪明，有智慧，不然你身体不好，那你从不做，那有什么意义的？师父帮我回向，师父帮我回向，看他出嘴不会做代志的啊，这样就不行，要真实去做。来，第十四，星期五以椰子饭供佛及做烟供，回向植物人早得解脱。哦啊哦，
椰子饭供佛，椰子饭供佛，无量无边烟供，无量无边烟供，回向世界各地，回向世界各地，所有植物人，所有植物人，早得解脱，早得解脱。嗡阿吽，嗡阿吽。第十五，用塔玛吕国罗旺子供佛，可使心脏疾病消除。嗡阿吽，当愿大家没有心脏病痛苦。现在我最近接到好几个，就是小孩子在妈妈肚子就心脏病了，然后医生就说没救了，连续好几个，啊，这个心脏病就杀业重，杀业重，爷爷爱喝酒，所以就小孩子肚子里面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各位要多买这个罗旺子，啊，供佛，然后再把罗旺子布施给大家吃啊，啊，或者做烟供回向。第十六。心脏不好，血压高，可经常用水供佛，也经常供养水给人喝。嗡阿吽，我们前面摆了很多，来，矿泉水供佛，愿佛加持，此水化为甘露，布施众生，等一下一人拿一瓶回家喝啊，也可以点一些出去啊，啊。以此上供下施，回向所有众生，心脏健康，血压正常。嗡阿吽。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就明明有一个心脏不好，血压高，我逐天甲供，啊，你就佛前供水红啉，你拢无咧做啊？刚往一看医生，准备都要跳啊！他就是不想做，这个叫魔障，业障很重。啊，那旁边如果有助缘，他太太儿子愿意帮他做，那还有机会。哎，如果旁边这个助缘都没有，然后他就完蛋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这个叫来老实修行，依教奉行，慈悲为众生。啊，你都没有这个问题，你也要做。每天，各位从今天开始，每天都做一次，好不好啊？拿一杯水供佛，啊，这个水完了以后给别人喝，布施。回向所有心脏不好了，啊，以后你儿子变成心脏科博士呢，啊，他手一摸对方就会好呢，不用开刀也好一半，因为他种了这个功德，你帮他种都可以，你有这个心态，生出来的小孩心脏就好，他将来可以帮助更多人医治心脏的病苦，因为他有这个善根力，知道吧？所以各位要培养让自己有各种的能力啊。第十七，来。精神疾病的人可每周一供七个柿子回向他们。好，观想一下，七颗柿子供养诸佛，回向所有精神病苦者早得恢复。嗡阿吽，嗡阿吽。啊，所以现在忧郁症、躁郁症、精神官能症特别多，生活紧张啊，那各位要多观想啊，就算没有。新鲜的柿子，买柿子干也可以啊，到处都有啊，十八，精神不安定，身体有病，可多放生小鱼或鱼苗。好，我们最近放很多啊，大量的做，来放生小鱼苗功德，无量无边功德，回向所有有病者，回向所有精神疾病者，早得离苦。嗡阿吽，嗡阿吽，所以为了众生，各位要去做，啊，记住哦，这两天去救，好不好啊？不好的举手，那通通好了，啊，所以各位啊，真的，你们病多了，你想说108是救了我，怎么生活啊？要放在哪里啊？啊，但是各位为了众生，也是为了自己啊。啊，最近小鱼苗太多了，各种鱼苗，乌锅鱼、丝木鱼、乌龟啊、乌鱼都是小鱼苗啊！啊，那各位呢？最近呢，多抢救啊！啊，第十九，对于精神不安定者，茶加棕榈糖喝可以使精神安定。嗡阿吽。二十，要消除减低忧郁症，可点灯看着禅修五分钟。嗡阿吽。有忧郁症的人一定要救自己，方法告诉我们了。
每天就点个灯供佛，看五分钟，慢慢慢慢你的心改变了，因为进步了，你进步了，你从忧郁症恢复正常了，那你这个经验功德太大了，你就可以教给别人，因为别人知道你忧郁症现在变好了，所以他有信心，他就会学。所以佛教里面讲了，你要超度众生，你要先超度自己，你能够净化自己的烦恼，给别人信心，别人就会跟你学。21